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的话是位在沙鹿的晨冠汽车。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一台现代的 Venue， 这一台的话是2021年刚落地的新车，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先看到一下，就是车的外观的部分，不管是车身的漆，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险杆，最容易的话会有擦伤的地方的部分的话，都是非常的完整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瑕疵。再来就是为各位带来就是车侧身的部分，首先轮胎的部分的话是用两种银色跟黑色两种跳色的方式，不止轮胎的部分，它整个车身都是用黑白两种跳色，让整台车的风格的话更走一点就是现代化。车内的样貌，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塑胶套的话，大家都知道就是买过新车的话，这些塑胶套的话都不会去拆掉，为了就是让你就是在交车的时候让你也体验一下就是拆膜的快感。为各位的话介绍这台车的后座，发现里面的话连脚踏垫的话都还没有为您做拆封，到时候交车的部分的话可以亲自为你的车铺上脚踏垫。为各位带到车内就是大家在意的，新车的话到底里程数是多少，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的话，它里程数只有13公里，就是等于就是这台车完完全全没有就是开过，一落地的话就直接就是送来那个店内了这样子。再来的话外观的部分的话帮各位去做一个介绍，里面的话也有一个小巧思，外观的部分的话也有做一个叫做黑白跳色的感觉，让就是质感的部分的话不会这么单调，然后连排挡杆的部分的话也有去做一个黑白跳色。再来为各位带到就是引擎室的部分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引擎室的部分的话是完完全全没有使用过的痕迹，是连一点灰尘刮伤什么都没有。今天来破除大家对于就是中古车的一个迷思啦，大家都以为就是到中古车行的话就只能买到中古车，那假如有喜欢这辆车的话可以来到晨冠汽车去做一个参观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